各过几天就是五日节了，福建乡公所五号早起时伫咧公所的大厅举办着端午节慰问祭收礼盒的活动。在地企业自贸橡胶公司就来捐赠着每一户3000块银的礼金。另外，讲一个秀禾慈善基金会等单位联合赠送肉粽，互乡内祭收礼盒，互因会当提前感受到社会温馨关怀。福建乡公所办理端午慰问关怀活动，真济企业团体甲公司行号热情参与。主笔也特别颁发感谢状，感谢大家每年拢付出爱心关怀着势，好继续的好，会当感受到满满的爱。感谢今天自贸公司与秀禾基金会，还有及其企业相关企业来参与我们福建公所所举办的端午慰问金发放的活动。那我们知道自贸，其实自贸公司的董事长连正启先生呢，他是我们在地的福建乡民。那因为他从小生活困苦啊，所以呢他事业有成之后，他坚持了一个回馈乡民的理念，所以今年也是委由我们福建乡公所呢社政科这边，然后发放端午节感恩的慰问金。那我们乡内目前本乡共有182户低收入户，那每户我们将发给予3000元的慰问金。自贸公司又给予我们公所10万块的急难救助金来给公所运用，然后希望能更帮助更多弱势团体的乡民。那在这边我们另外秀禾基金会及其相关企业呢，然后也捐赠了大概182盒的肉粽，要来给我们弱势乡民，然后让他们在这个端午节呢能感受到满满的爱心。今年自贸公司同款捐赠给家属的户，每一户3000块的慰问金，加10万块的急难救助金，为当地困难家庭送了温暖和帮助。同时，秀禾基金会等团体也等下捐赠五日节肉粽，为家属的户带来这里的欢乐和温暖。中华新闻林桂英福建采访报道。